你知道吗？只有粉质细腻的蜜粉才会像烟雾一样往上飘，而且不是所有蜜粉都真的能不溶于水，还能达到顺效吸油，一次能控油兼保湿。试在手上让你们看，白珍珠蜜粉滑顺好推开，咖牌蜜粉推不匀，而且还卡粉。看看两边的差别，一边自然柔雾，一边死白卡粉，就是它，白珍珠蜜粉。去了，我现在呢已经上好一层底妆了，接下来就要告诉你们选对蜜粉有多重要。这边呢我就沾上珍珠蜜粉，眼皮也不能放过哦。那另一边呢我就用咖牌的来定妆，看这边，这僵尸吗？然后这边就自然很多哎。我就问眼线去哪了，嘿，这边就都没事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，真正该选择的就是白珍珠蜜粉。